哎，打个剑姬，真是头痛啊。玩波比最烦的就是这种能挡技能的英雄，有盾的、能挡技能的，都很恶心。我说停停，我说不打了，我说不打了还不行吗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好了，我放技能怎么还有点点的呀？上单玩 AD 恶心人，我生气了，就因为你跟我说这一句话。把我也生气了，我生气的后果是什么？我生气的后果就是把他们都杀了。枪，不知道他二级学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！要给我指个正确的方向。先去插个眼儿。没传送了吧？什么打野呀、啊？无敌了，那没事儿，笨蛋一个无敌了。你个笨蛋！好了，回家了。记住这句话，他去下路了。给队友打打信号，告诉他们那乌迪尔过去了。居然是个剑魔辅助，我服了，我真是服了。先把乌迪尔杀了。笨蛋，你看我说他笨，你们还不信？你看看，那火蓝这英雄的虚区可不简单啊！点点，再见！好痛啊！来，再上来！我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先把弱点给他刷了。
我炸他。好的，棒！哎呦我操！这也行。打快呀，打慢点哈。我寻思他抠上来，我直接给他干飞，他也别打吧了。逼个吧，逼个吧。班德炮手从不拿屁股对着敌人，除非是为了嘲讽敌人。他真敢往上抠啊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快让这场派对开始吧！平 A 就赢了，我先给他来个逆向思维，你知道吗？我六级，他五级，他敢往上窜，精神病似的。再见。在哪儿行动？ Killing spree。 我怎么样才可以把他的 W 技能躲了呢？我在想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我想一想啊，用我聪明的小脑袋想一想，这个英雄我明白了。胜者从不逃避。我明白了。剑魔来送人头了，谢谢剑魔，谢谢我剑魔送的人头。兜兜，靠！你干嘛呢？那就伤不到人。犯病了是吧？明白了，我终于知道这剑姬到底怎么玩它了。你们明白没？要给我指个正确的方向。我赌你不敢和我赌。你不明白啊？就是我们 A。哎，但其实也不好，也不好躲他那 W， 你知道吧？因为他 E 技能带减速的，他那个如果 E 技能带减速的，如果他直接 W 我根本走不开。哎呀！总之这个玩的就是很烦。
大我大，优将普挨将普。好，大没了。不好躲这玩意儿，这妞的 W 技能其实挺难躲。哎呀！可恶！还能不能直接给他拆没？拿我们的吃水枪。起飞了！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我或许只是假装路过。2-14了。别着急啊，让他抠来。我起飞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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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你拆我塔皮。哎呀我操了，算了，拿防御塔宣泄我们的怒气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起飞了，人还挺多，漂亮。这无敌人怎么疯了呀？无敌人呀，我把剑姬给我杀了。今天谁都可以不死，剑姬是必须得死的。我先闪一走，来吃个药，20滴血，吸点血。疯了呀！这是昂首阔步，来个人救救我。没事，那女枪没有什么伤害。再见。好的，快快快快快，这火蓝撇的技能啊，这是那个，这太空了，怎么空成这个样子啊？上路守一波兵，
火蓝是故意的，他什么故意的？他是单纯的菜。你想多了。扒着了吧。Killing spree. Shut down. 一换一了吧，范甲，我杀了剑姬不行就。等我炸他呼！你凭什么老往我枪上撞？嗯，你凭什么找我打？剑魔是个日炎剑魔呀！我感觉我能双杀。剑姬怎么不用法吧呢？你看这火蓝技能撇的是不是还挺准的？四路全炸没有啊？那个打野是五五开的，啊？我们不着急上啊！一，哎呀，这都能炸着我！在波比的这个跳啊，我说实话不是那么很厉害，他要是能跟小黄毛的翼一样那就厉害了，跳得太慢了。伊利尔就收收兵吧，你收完了该我收你了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再见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干啥呢？让我跪下。起飞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起飞了，完了。飞多了，这属于虚区没算好，死的有点快。我以为他挺右的呢，你知道吧？他出的是右装，我寻思他能挺右的呢，两下可能点不死，暴击了。